他那个不是拉大路子啊，他那是拉大的。哦，他的钥匙啊，就是走的是路桥。你就喊进去要见你的娃儿要得噻，那反正我要见我的娃儿，你就说。我就是去。我现在还没到放学的时候嘛。下楼拿牌子走。你要把你领导们给我拉回来。是噻，解决轨道。不然咱们今天就去不得。你气疯了，不要再说。